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这个照，现在已经差不多搞得差不多。然后我们现在的话，就是在后面砌一个那个排水的那个池啊，到那个后面去。然后就是现在去拉沙。彪，是我啊，彪。哎，我输的这个沙子给我用了不少，都用了三四车了。哎锤！阿彪，今天晚上杀土鸡吗？要是你妈妈没有，我丈母娘就有。哎呦我的妈！舅妈，自从你嫁过来之后哦。我丈母娘煮菜放花椒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下次过来吃全是辣椒。他从来不放辣椒的。你下次过来就全是辣椒。完了，这下搞得我也完了。你舅妈今天杀土鸡吗？你家婆？不杀呀？不杀。耶！等我走了才杀。这么年轻。他才不怕你，他两个水岭村是他的。OK。这里。哎呀！要加点水你们。三八，我们家房子多。准备又得吃烤鸭了不？什么时候？我把这个水排水一气好就好了，是吧？不会，不会啦。那以前你又会？以前我又不是我盖的，我住茅草屋那时候还没用我做工了，啊，还没用我干活了。那个时候你还小是吧？哦，到我房里再。才到你是吧？啊！麻哥又被老板娘骗了呗。麻哥又生气了，麻哥谁惹你生气了？麻哥，麻哥又被老板娘忽悠，真屌人。又被骗，你怎么这一辈子不是在被骗，就是在被骗的路上呢？人家说好久没见到翻车妹，她是不是已经去嫁人？你说啊？人家我说什么？那不是我巴不得你不嫁，我操，马哥，你这样子巴不得他不嫁，你是几个意思？什么鬼翻车？那打飞机开挂在哪里？怎么知道呢？难搞哦。翻车。我知道从哪里进，从哪里出。他连不是翻车就在翻车的吗？你讲这种话，翻车是挺满意的。翻得深受大众喜爱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不是那天，佳佳刚好刷到阿龙之前拍我的那个视频，我跟你那里打碟那个视频，那里跳戴了帽子，我操！那有什么？真的是巨丑。那有什么？你想当初我们卖货那一排在那里跳的那一排，尴尬症突然就犯了。那才是。那是曾经辉煌的历史。哎钻的技术也不溜啊！姐夫打一个缝，还想去就补翻墙。
身为一名专业的水泥工啊，砌的墙花居然还怕它歪，那一块歪，我歪就不是它，不歪怎么能叫艺术呢？好像问题出在哪里，找不出问题出在哪里啊。嗯，这种技术，嗯，以后千万不要跟人家说你会砌砖。干一点再放第二层，感觉好有艺术，是吧？一个艺术家。是什么？我坐这车。哪个车？怎么啦？坐上一车。是吗？坐上一车不会动。不会动啦？嗯。坏了是吗？没有。走吧，吃饭了还打。排水沟做完了。我要帮用户通完这一关了。先吃饭，然后等一下再把那个灶给它重新捋一下，垫高了一点点。吃饭去了，走了，拜拜。